下边讲双刀分解动作，前三个动作刚才已经演示了。第一个动作，双刀起势，然后两刀向前画弧上步，然后重心前移，跟着上了以后做朝阳刀，朝阳刀下边就是。 全五花朝阳，全五花朝阳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转过方向，从这个地方劈刀，然后再向右转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从头上缠过，做朝阳刀。 然后把这个再做一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回来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缠头。这第三个动作，要切三刀朝阳，就是上步。 切刀，擦步，然后转身，再跳步，切刀，转身，转三个，再跳步，再转身，然后一刀，跳步，转身，做朝阳刀。